你要想好，此一去便是真正的离经叛道，不容回头。兄长，世上之事是否都有定规定法？我问你，来世家训第五十二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，乃是立身之本，竟被你抛诸脑后。二叔父，邓叔媳，双黑双白，愿我来往接引，能够出奸扶弱，无愧于心。若不能以黑白断是非，定标准，那要如何才能定敌人之心？难以前辈告诉我，我已如处事，当问心无愧。一条独木桥走得很的感觉，确实不长。我想带你。